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出去杨红林。今天去干嘛？今天和我儿子去炸那个木油，看后面装的满满的一车，装不下，后面后备箱装不下，还不知道路，我雇大姐在那前面等。到了，好好，在里面啊，是不是在里面？哦，前面就这个炸油桶。哦，好，就不存好了。是吧？哎呀，我从七点多钟开始等你们，你们很早就没来，你们说要早一点，怕赶不赢。哎呦，路程那么远呀？那我等的能死吗？好，辛苦了。走，来拿，拿下来。我前面要到那里去封啊。哦，要封啊，那开前一点，开前。再开过一点。好。我们要试一下，看看我们四三包的肚子有多少斤。放到哪里？放这里。归你就可以了吧？看一下。嗯，标准。啊，多斤？我称一下。差不多。那你比我还沉呢哈？肯定呀。我们两个跑吧，来吧。先跑四三包来哈，你这车子太小了，装这么一点。下次再装烟，先。212.95斤。老板，来看一下秤。210斤哈。洗澡。哎，小伙伴搞到哪里去啊？搞到这里来。这个是老板娘，那个老板在，男老板在那里。气飘飘了，美吧？老美了，说全是烟。这里面一摸，现在就好烫了，就有烫了，就热的，你看，就有那个水分，要把它全部风干来。哎，下面的就好多水分了。等一下。啊，又别人拿这么多木子过来炸了。4包啊，这么多，看没有？花生。花生了，不是木子。看一下，是自己炸的，油放心哈。刚刚我转了一圈，这没有，这是已经炸完了的茶籽油的那个茶饼，看到没有？好多，这好多，看到没有？全是炸完了的茶饼，压榨成一块饼了，看到没有？硬邦邦的，加热了，然后再放到里面。对，做好的饼。弄花生油。花生
现在开始翻动一下，把它到上面的、下面的翻到上面来，上面的翻到下面去。老板帮我翻呀。开炸了，看没有，这全是油，看没有，全是油流下来了。就这样炸，让压炸而已。现在这里面没有那么多水分了，刚才水分好多，现在就水分没那么多了。现在风干了，风干了啊！现在开始下了，下了啊！装在这个桶里面。安满两桶了，两大桶。等一下再睡呗。看他们家敲的都不干净，还有好多那个壳，看见？其实这么多，真的，把油吸掉，会把油吸掉。他家没挑干净。真的没挑干净，我家的挑得很干净，我家挑得很干净。啊，现在搬过去打碎了，这是我们家的。来了来了，这是我们的。第二个步骤，这是我们的。这是第二道工序哈。啊，过两天上了。现在我们开始碎了啊，开始碎了。高贴30米多少贴？高贴。30米话不准说，我们不知道哈。等一下要冷，先放在这里面要冷一下。开始碎了，开始碎了啊！开始碎了。分好了，这么多看没有？都弄好了，等下要加热，然后再做成饼，然后再压榨的。走去看一下。前也我们都是用那个烧那个柴火蒸，现在更发达了，直接这样子蒸。这边的是炸那个花生油，直接在那里蒸啊。我们的又偷了一过来了，我们就是两桶。这个是花生油。这是把你给拍来了。好清亮吧，这个油。自己家的上气了，上气了。点点关注了。这一个还没开始上气。这个上气了。闻起来那个香味扑鼻而来呀，真的是好香。这里要称，它有标准那个，它现在这样子。直接包，好干净。以前是用脚踩，现在不用了，看见没有？现在这里好干净。放点稻草，这是不会粘住铁板。这就包好了，放在哪里炸？放这里，这个炸噻。不能。
这个茶盒是比较辛苦，茶也得辛苦。现在在包，烫不烫啊？啊，也烫。还要包，还在包，现在还是包这么一点。还有最后一点，现在弄了这么多了，这个还没开始演，现在还没出油，挤一下过来，挤一下过来，现在挤一下过来。你看没油了，你看没油了。你看他现在加那个，先压紧一下，然后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是高的。它慢慢的移动，慢慢的移动。它是慢慢的压过来，慢慢的压过来。下，还有这还光得下，还几个地方得下。开始下出油了，压一下过来就开始出油了。快点，那里面流过来。拿了也知道，拿了呗，拿了就知道。这里留下来了，咱们放上来了，现在煮好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十九个半，十九个半，有十九个半，现在产品有十九个半啊。手脚里有点锅啊，你看，现在是锅大的啊，进来了，锅出来了。看啊，这就是锅。直接里面。这个是别人的。马上开始敲饼了，敲饼了，要了不要了？肉可能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是。啥叫女汉子？这才是女汉子。这就是茶饼啊，这就是茶饼。第一桶哈，第一桶，那个小桶还在，小桶还在拎，还在装，啊，多少？啊，现在要不要可以直接装一装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装。切过了一块饼了。啊，一会儿就弄了这么多了。开始装家里面下的单的油哈，这是装三斤的，三斤的，这个是三斤的哈。从这边压到这边来了，哎，就还这么一点点，现在没有多少油留下来。看这里有出油量还没有？这出油量，哗啦啦的流下来。刚开始压榨就是哗啦啦的。看这个，最后面压榨都是一点点下来，都是一滴一滴下来。好的好的。这牛的，
吃了，你就吃上面。现在把这些搬到店里面来打包了。我们在店里面装那个茶油，茶油哈。还是热的哈，就下午榨的，今天榨出来的，只有五十几斤，没多少哈。过两天再去榨，今天榨了一部分。这个多了十九个是吧？茶果饼，我儿子搬，6块钱一斤。今天晚上拿着去烤来吃。在这里。哎呀，辛苦儿子了。